茶水间如影随形，但一台要卖近3万。在公司茶水间超常看到的贺众牌饮水机，今天发表家用桌上型新品，号称每滴水都经过高温杀菌。现场还请来型男主厨蒋伟文示范用纯水制作无油料理。其中今天的新鲜货，待机时荧幕秀的是现在时间，但只要在他面前轻轻一挥，面板就会变成饮水机温度模式。想喝到干净的水，过滤程序当然是少不了的。瞧瞧这隐藏在机身内部的四管滤芯，每只耗材平均约1000元有找，看当地水质大约每2到3个月就得更换，当然机器到时候会主动提醒你。只是要将商用技术导入家用，价格当然也是关键之一。业者说新机原价33,900元，但到时候9月开卖，通路大约不到3万就能买到，只是这售价一般消费者能否接受，恐怕还有待考验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